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ZDZ Switchland，我是 DD。我是 Z，这周我要二杠四，二杠四。今天是宣传二杠四，好。然后我们是用 Switch 版的玩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解答一下网友的疑问。疑问：为什么我们的事情比大家的分数要低？因为我们太不是。我们的我们主的机版小，本比较。比较 low，我们比较 low。我们之前的策略是什么来着？扔盘子。哦，是不是要换个锅来着？我记得，先做一个，然后做到第二个。我记得我们后边好像就没有按那个，他没有开始计时，对吗？啊，确实，那先做几个。哎，我怎么记得我们之前玩的时候，还是我们没有注意？还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是有网络客户，所以它没有计时。哎，这是那个正常模式吧？不是练习模式。不是啊，练习模式它就不会有倒计时那个东西在那。那先做几个看看。你先做什么？可是我不知道做啥，一个再做一个。反正就是肉和蘑菇，没有鸡肉吗？没有鸡肉。挺好，这关目前没有鸡肉，你就。它在晃啥呢？可是为啥在晃？可能是这个矿山里边，所以。真别说，我以前没注意过，以前都是开着声音玩，现在把声音关了之后，真的它在晃，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过。哎，你先关走。最好我们好像可以做无数的菜在这摆着。对，那就算了。我来，不用管它。我以前怎么没有学会这么机智？它是这样。这关我不记得我当时的。有这个印象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应该。你不给我一个魔兵，我也不记得我没有，就是。所以这个 take advantage。我也不记得我们当时是没有计时的，我怎么记得这关是要计时的？对呀、啊，我也记得是要计时的。都怪你，不如我们上个牌看看是不是他出了问题。可以啊，反正没有牌。反正已经有六个了。我来先上。来上菜。会计师。完全答对。听不到这个声音，这个感觉很奇妙。那、啊、是没有的，那是左边有一个蘑菇的，这边有个。啊！我被你挤下去了。我错了，我跪下。哎，需要再拖一个蘑菇。这钱我也不是很随意。确实，难道我们以前管那么重？我们以前是不是就没有管那个是不是在计时就开始瞎做了？对，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现他没有倒计时。既然这样，不如我们来玩玩飞盘子吧。我从左边。我们先打到1500分再来玩这些。是要做的牛肉，对，是要做的。蘑菇好像差不多了。我给你换了个锅，但我可以。好的。那个牛肉可以先。是我在这儿吃不了菜。没呀，只剩30秒了。你给我扔一个那个字。好的。
得了，来我来扔个盘子先对着。就来不及了。哎，我把三盘子扔了。散了。来，我要扔盘子的版本了。嗯，可以。因为我感觉这关不太好扔，因为那个空间比较小。确实，不愧是。我趁他还没有计时的时候，先扔扔看。哎，对哈，有道理。大家都很懵逼的状态，我还没有计时，这个。我来试试把做好的米饭给你们拿去吧。你把锅直接给我扔过来。可以，可以。把我说做好的米饭。那个地方你能接到吗？能试试。不，这肯定不行啊！你有挡着肯定不行，你在干啥？你得从那个啥，就这儿扔，就这儿。你来接接肉呢？来，离那个桌子太近了。哎，可以。哎，可以。你看看能不能把那边那个撞过来。呀，哎呀，不行，我看能不能把这个扔过去。哎，你放盘子里，盘子回来了。OK， 好了，探究结束 ，quit。可能这么扔，我们打不到1500分。